喝水吗？宝贝，倒点水吧。摸到尾巴了，摸虎尾，顺风又顺水。咋了？你在那儿？你拉到盆里边了？马奇朵，拉水盆里了，尿尿。尿尿尿水盆里了，一滴也没漏，尿水盆里，他一会儿得再喝喽。朵朵，女明星呀，你可是。Nice。尿的还可晃。女明星马奇朵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马奇朵，还冒烟儿了，倒过头，不随地打小便，有素质，那也不能拉自己水盆饭盆里边。对，他那个饭盆可多用处了，又是马桶，又是洗脚，又是洗脸，又是喝水，全在那一个盆子里边解决。兄弟们，让我们黑起来好吗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抱不动了，已经现在太胖了，抱不动，抱他可累。哎，小星星更不能放了，小星星个子体型太大了，就只敢放出来他自己。说过老虎几个月了？快四个月啊，马奇朵快四个月，小都不能放，只有马奇朵能放出来，其他老虎都不能放出来的。鸟呢？给他弄了呀，到了，肯定要给它洗一下呀。9999，不要999，只要599给你，你要。过几天的话，就会给他们放到那个散养区里边。还是用这个盆喝水，错了，乖乖，从这边进来，对，进去。回个家还偷偷摸摸，哎呀，要喝水了。哎呀，管上吧，给他，让他在里边吧，别出来了，一会儿就再不好弄了。这个，三两口喝没了，那也不能给他太多水。去看果果虾好，马奇朵这个脸是真好看。